吃不完，我今天给咱家熬过头吃。你看咱也有吃饭，咱嘛对。你说人家呢，没学来的，我给他没学走着吃，那没学这个吃呀，我吃的饭不吃嘛吃，刚坐下不走了，你哪一次都那么好？哎呀，你看早上不来，来的就多带点啥。我带着开水的撩他一下，这大骨头，把这大骨头的脏东西全煮出来。回来以后做饭都是妈妈做，我帮妈妈洗洗涮涮，今天洗了一些椅垫，看这都是我妈妈自己做的，特别的好看。撩他一个壳，把它捞出来。两个杯。小火得让它炖上一个多钟头，炖的差不多了，放上盐，放上蒜瓣，搅和在这吃。吃饭了，这么大个，大个开呢，大个开呢，基本一锅把的开了，大锅头呢。嗯，好吃。真拉火哈，嗯，真拉火。